他会开。这是我喜提2000万豪车。啊，走吧。你这刹车在哪儿？Later。我的正式好啊，我要去开我的百万豪车了。去吧。你看我的穿着，一会儿让我骑那个。你仔细。你又不会骑，哎呦！我会骑摩托车啊，我不会骑电驴呀、啊。你的电驴嘞？前面，不是、啊、在前面。太小了，在五号院嘞。对，五号院嘉禾果园对面。我们今天的座驾在哪儿呀？我们来体验一下庞一萌2000万的豪车。咱们一个个带着。庞一萌，这么多豪车，到底哪一辆豪车是你的呀？炸了！擦擦擦一擦。我跟你说，等一下气炸了怎么办？啊！笑死我了！你别碰！咦！赶紧去！表示很的笑。走吧。你会开吗，大姐？他会开。这是我喜提2000万豪车。啊、哦，走吧。你这刹车在哪儿、哎？刹车是这个还是这个呀？俩都是大姐。哪个是前刹，哪个是后刹呀、啊？这边是前刹，那边是后刹。那我要弄前刹还是后刹？后刹。有前刹你会接给我的。我走了，快点出发！来上来，走啊！我坐哪儿？坐中间呀、啊，快点！我蹲前面吗？你坐中间呀、啊，快点啊！前面我来吧。你夫人，哎呦，啥来了都不好走呀、啊！这标小驾照。哎呦妈呀！啊、我有没驾照。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有喇叭。我觉得咱们的回头率有点高哎。哎，走，去哪儿？我坐你腿上呢。哎呦，我们太难了。你说吧，地下室怎么停着两辆车？他不开，他非得骑电驴，怎么上坡啊？我这前面，这，不，小点儿，能开得起宝马，也能开着电驴。来，庞一萌，来，一二三，唱歌，走。我心爱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我的妈呀！海报压死了，拉风吗？你说咱们前几天才坐的保时捷敞篷，今天的敞篷是不是有所不同、嗯、这是一辆能坐三人的敞篷车。大家肯定不好去我的座驾，这就是我的座驾。因为庞一萌不会开车，他只能骑着小电驴。还骑啥保时捷呀、啊、小贾？咱们还要奋斗保时捷吗、哎、要撞好慢点。还需要奋斗买保时捷吗？这2000不得劲吗？这个保时捷现在可以卖多少台车呀？能卖100辆吗？不止100辆。开着宝马跟凯迪都没这辆香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你们在烦我吗？真的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开回头率。要这三条美腿，这回头率，一饱眼福呀。小贾的小美腿、哎呦，我觉得吧，小贾背着20000块钱的 LV， 我背着10000块钱的罗意威、啊，然后骑着2000块钱的小电驴，我还有算，哦，还有30000块钱的包在这儿，接地气，懂不？这就是我们的快乐，简单吗？简单温馨，快乐就是这么简单，一个电瓶车就很开心。对，不需要有豪车，然后吃饭也不需要去料什么日本料理呀、啊、我们吃串串都挺香的，吃麻辣烫也可香。小贾，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安全已经交到你手上了，请惜命、哎、我刹车在用脚呀。你别一阵一阵的，庞一萌抓着我的腰，舒服不？舒服，我们互相互利。拜拜，走吧，这段路就交给你们了，我要走过去了，走吧，咱们。来，小姐来，
把手给我，我们小贾的技术啊是相当的牛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来逛商场了，这是运动中，你要看运动衣吗？看鞋了。看衣服，逛完鞋子逛衣服。你用这个吧，那个镜子不真实，太热了，主要是看那衣服老厚了。那买了吧，反正早晚都得穿。我刚刚试那个西装还可以，就这个，我让小贾也试了一下。感觉还可以。这个折扣能再打低点吗？你打折了吗？女人的最爱大金镯子，你看，四方的。四方的吗？红的。你看这个圆的。我喜欢小一点、圆一点的。这个你戴不上。嗯，我头发太粗了。嗯，这个大小可以调节的。你得买个大的。我戴这种肯定太粗，还配这种。我感觉你也得要个光面的，嗯，就这个珠子没大一点的吗？我刚戴的那个太小，真的小。现在没有大一点的话，就得给你调货，得帮你问一下。我们家现在在新疆，嗯，我们吃酸辣粉儿，嗯，热，里面更热，味道很重啊，我一身白菜味儿。主要是这今天让红姐给女性这个生意会特别不好，真的。哇，好啦！就这个女性经历了之后，这个生意是吧？试一下你的酸豆角，是吧？吃完饭，你把它吃完，坐上你的副驾。这个天儿，他想宁静。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出门都是三个人。我今天是小朋友。你知道从这个那个地方过去。我们要回家了。你没看见？坐上唐一萌的副驾。哇，是可爽，好像是我开车一样。我的额头也大呀。开着邻居家的左右塔，吹着日落，就会这一句，歌词不会了。你看我想要，快点，把你敞篷停好了。我们俩是给人拎包的。来，我帮你拿着钥匙，来，我帮你提钥匙。哎，把敞篷停好了。谢谢。他再说我家牛，我还骂他。谁说你家小？你的粉丝。我的粉丝嫌你的家小。我们小贾的家100平，谁嫌小？该结束了吧，拜拜吧。好，拜拜。节目呢就要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拜拜。